吴家俊，你画的够认真的啊！你趁我睡觉是不是？起来。哦，是不是很漂亮？画的是漂亮啊！啊！你别乱画！哎，画的好丑！起来！妈，你别乱画呀！起开！哎呀，什么？你不能把我团，不能把我团！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再说一遍，跟谁说话呢？我跟你说话呢。我这一幅画。 画了这么久了，我要拿去参赛的，真是太恶毒了！你连我妈都不如，你再给我说一遍！你先有病！你有大病！我告诉你，我以后考大学，我不仅得去参加艺考，考艺术学校，我考得远远的，再也不要看到你，离开这个家！吴家俊，你怎么对妈妈说话呢？啊，我，你背得起我了你？